启功。蓉儿，没找到启功。气死我了，济公就这么不辞而别了。蓉儿，济公本来就神龙见首不见尾嘛，已经陪咱们够长时间了。如果我们给他践行的话，估计又要被你的美味留下来束着呢。我想让他多讲你些东西，马金哥哥。不过也是，我们都在这儿逗留好些天了，再不出发的话，就赶不上8月15的醉仙楼之约了。嗯，对。那蓉儿，你收拾一下，在这儿等我，我去镇上买一些干粮，再换一些碎银。好，那你快去快回。这美人果然都是带刺儿的，我对阮卫家没办法，我叔叔肯定有办法解决。